彼得爱加强纵容同提防，哈加斯乌诶交流同发展。哈比批判呢，头一从提防哈加斯乌诉讼交流婚姻，造成黑地新北市诶哈加文化园区来举行婚姻重点，黑地哈加产业发展同语言文化也着方面来讨论。哈比批讲，汉北也个交流婚姻按算半年未办一摆，希望发挥区别合作诶力量，为哈加斯乌诶推广为韩国友好。规划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的乡镇设计总韩国国研师客家事务所总齐总强下，强下讨论运用的整合，仲有韩国地方资源来推展客家事务。客家作为李云德支持家下讲，就进行的调查，客家人口应征民众客家认同提高增加一度，不过客家还能进来进望人工的，希望大家能调节来留客家唱下戏。客家语言、客家话应该能。客家文化的灵魂嘛，吼，迄无客家话咧，其实讲那个就无客家文化，无客家话就无客家语，吼，那咧面临的困难，面临的挑战呐，非常非常的大。一个咧要根治咧吼，要拜托大家充下来努力。对啊，主要迄因为爱着要发现到吼，然后十八岁以下的青年人，一个汉语能力洞察。佮心态有一种原因，当然是袂讲后生的阿爸阿妈可能袂讲客家话，袂了还袂懂些话，所以爱着了哈袂推动讲，迄是袂讲后生的阿爸阿妈啊，做咩土地些话腔下来学客家。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各种来检讨，去分享条摆，结合教育局一条其他教育资源，鼓励后生人参加客家经验。今年各乡镇的客家事务单位应该爱多多交流，联络起来。从后生嘅教外教好，也系毕业理想，喺工作地安排到其他县市客家中行了，就会带动全国客家经济发展。校外教学毕业旅行还是什么，避免去三六九，不是说不好啦，好、哦，那只是游乐，没有教育。校外教学嘛，你做一太湖站站草莓，做一法脸法脸空空师傅诶，做一个呢过乡看样记录个。才有达到教学的效果。大鹏企业合作，安尼客家事务的推展，就不是自家做到安辛苦。那有关一下政府当地三芒传统的浪漫台城线计划，李云德讲，建设基建陆续在做诶，每强调绝对会注意到其他客家中的均衡发展。客家新闻，请准陈总，新北市报道。